这个礼拜有一波情人节的猛烈炮火即将袭来，我们将面对各种甜蜜合照。谢谢你容忍我这种坏脾气，这种放闪废尾。预计这一波我们反射精是没有办法熬过的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情人节上个月不是已经过过了吗？领袖，这是另一个情人节，跟二月十四不一样，是白色情人节。一辈子没有交往对象的，老公老婆是二次元的，通通出去。长得丑的也出去。又一个情人节，连续两个月过两个情人节。不能一起庆祝的节日，一个大多数人都不能过的节日，算什么节日啊？我们还是可以有人情巧克力。人情你老母，巧克力你淡水老街。你有没有看那巧克力包上面写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是巧克力吗？那上面写75%。你觉得那75%是什么？不是巧克力的浓度，是老公被压榨的程度。老公被压榨75%，你有吃到那个苦吗？你觉得那是可可豆的苦味吗？那是老公的苦。这种节日还有两个，领袖，加上七夕，总共有13个。十三个比鹅阿健上的鹅还多。1月14号，日记情人节。4月14号，黑色情人节。5月14号，蓝色玫瑰情人节。6月14也有，7月14，8月14，一直到12月14，每一个月的14号都被他们占据了。有这种操作吗？凭什么他们垄断每个月的14号？还有这个什么葡萄酒情人节，不明显吗？很明显就是酒上想要分一杯羹啊。橙色情人节与电影情人节，名称太长了，先猜拳决定好再跟我讲说今天是什么情人节联名啊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个月的8号都是革命节。1月8号革命夏威夷披萨节，2月8号革命夏威夷披萨，还有法卷节，3月8号妇女革命夏威夷披萨节，4月8号，5月8号，一直到7月8号，7月8号7、8革命鸡排夏威夷披萨节，8月8号爸爸一起挑凤梨节，9月8号把夏威夷披萨当铁饼指出去，然后不捡回来的革命夏威夷披萨节，一直到12月8号。革命夏威夷披萨，还有革命水饺皮肉分开吃节。我真的很不喜欢革命，但是真的有太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一直不断的在发生。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见证世界末日，或者是美好结局。一言不合，臭革命。